再来看中国香港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呢，近日公布了一份全球城市安全指数报告。根据数字安全、卫生安全、基础设施安全和个人安全四个方面的得分，列出了全球最安全的50大城市。在中国上榜的城市当中，香港名列前茅，总排名第11位。香港在数字安全方面排名第4。所谓数字安全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城市网络安全的质量、身份盗窃的频繁程度等等。而在个人安全方面，香港排名第6位。警察执法方面，香港的排名也比较靠前。